的 CGPA 啊 ，CGPA 它是 3.78 3.93，所以它没有什么全读书，所以它都随意在这里捡一个5万块给他，哦，然后一个是马六甲进 UM 读 Chemical Engineering， 又没有什么钱了，捡一个三万给他，哦，除了这个。除了这个三万呢，他说是不是也捐款给我们补种 ambulance team 7万，给我们人民社警2万，所以总数是200千。所以我们感谢人家要讲的什么事，是人家讲的。我们觉得他说是不是一个比较我考虑他对这个 humanitarian 是蛮 OK 的，蛮协助很多人的，所以我希望就是今天我们做一个移交会来这个 ambulance 啊，我们现在有3辆，我们已经买了第四辆，所以在这个 ambulance 上，在这个补充啊，是专门在那种没有钱的人 bedridden 的人 bedbound 的人去医院，很多时候是没有人没有钱要去医院，他不是病死，他是没有钱死，就是病了没有钱去医院死。所以我们在不中的，我们很感谢那都是很大力的支持这个活动。还有很多人在他们最后的一个 journey 要回家的时候，他们讲 OK， 他们没有希望了，他回家，好像老人家回家，他们都没有那个钱去回他们的家乡，他们来 IKNE， 来 IJNE， 来深藏也是来哪里？种种的原因，当他们要最后一个时候，他们回家的时候，他们都没有 ambulance 下来门卫，所以 ambulance 白 ambulance 比较贵一点。所以他的司机就看到这样的活动啊，他就来捐款给这个 ambulance， 跟那个两个学生，所以两个学生今天没有到来哦，哦，所以我希望然后还有一个好消息的就是，他的司机也捐款给我们学校的。篮球场，但是他不是放那个篮球场，不是放他的名字，是放他的妈妈名字，放他的妈的名字。那妈的叫什么名？詹门冠啊，詹门冠。所以他这届捐款5项的东西出来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向大多数一些学习的，这样去爱，有这样的爱心。